种土豆啦，哎，我就来吼，种乌金公种足济啦，乌金公足济，嘿啦，哎，我就来种乌金公吼，来轮来转种吼，差不多拢在做土豆藤啦，啊，像买公厝啦，拢在做土豆藤，过年过节啦，尤其是过年啊吼，就去轮来做土豆藤啦，哎，我轮来土豆藤吼，足难啦，都是难哦，食阿我唔知影，就土豆藤就是。都土豆龙腾啦，都嘛同款，个真济哦。哎，这个原来土豆腾吼，是解毛用掉啦。哎，啊，解用做幼鱼啊吼，还有鱼了。哎，啊，再落甲空起来了，啊，再甲切切了安尼，切切块啊。哎，啊，这是咱原来我土豆腾是安尼啦。哦。啊，咱土豆腾了一个较无同款，是东势厝啦。哦，哎。当时做的土豆藤是规条吼，规条，然后果藤起来，嘿，算挂膜啦，嘿，挂膜对了，反正你挂嘛是就拢挂膜啊，嘿，就存多一年，然后两个月就了。啊，当时，有人讲他比较胖了，嘿，啊，但他应该是较胖嘞，较胖，嘿，啊，但是伊吼，当时是我第一遍食，感觉超好食的吼。我即摆咧食吼，感觉伤甜，伤甜，嘿，咱自己，较甜啊啦，咱即个轮来吼，较无遐甜，哦，这是咱轮来的。你讲咱才做，做做做头头条了吼，爱啦，爱啦，哎，我跟你好过。高铁啊，老高铁，哎，你要再去，吼。爱南高头藤哦，南藤都爱南白鱼啦，爱南沙鱼啦，哎呀，沙鱼，啊，南南月开了就是个人隐私呀，哦，啊，再来就是白芦笋啦，哦，咱这样长安庄差不多，啊，像地黄梅啦，哎，因原来哦有发展青草啦，哦，因有专门咧种青草，哎，啊。有这个较特殊啊，叫乡村。哦，乡村。乡村哦，我看咱咱遮就一丛啊。哦。啊，阮哥哥啊，水潭啊无，矮啊。哦，矮。因遐我老看一丛啊。矮苗啊，你看这一苗那高高。啊，伊乡村的民工足，足芳的啦。啊，伊乡村哦，有人是包水饺。哎。嘿，迄个上出名的就是马子啦吼。我咧出去甲看吼，一钟头一钟头的，诶人拢种无甲咱无啦。嘿啦，啊伊较特殊啦，啊再来其他个就是拢同款啦，是比啦吼，安尼。啊，咱即摆来介绍这个原来上出名的吼，叫做樱花啦，樱花啦。樱花。而且樱花来自印度樱花啦。哦。哦，啊，印度樱花哦，是羊皮荚啦，荚咧叫做羊皮荚哦，因为伊迄花迄叶啊哦，敢若像咧油油茶啊，对嘛，安尼个安尼啦，所以叫做油茶啦，哦，啊，伊这个是贵妃公主哦，到轮来规条路拢拢种嘛，拢种，嘿，啊，咱即摆来看这个。这个樱花啦吼，哎，就是国家的啊，是政府的，哦，政府的，哦，对啊，这个吼，你搁看，这个是印度的樱花啦吼，哦，迄地啊，拢种迄种，拢种迄种，对啦，你甲看，他那甲看拢嘛，一只的，诶，拢种无干，啊，无种哦。你去摸过呀？你买，哎，买，哎，买几啊？